粘土。哇塞，72色粘土！老师，今天咱们要干嘛呀？胖妞，老师当然要发粘土啦。是啊，72盒，三个人也有34盒吗？呦，貂蝉，你这账算到哪跟哪呀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啊，咱们是挑战大字里面找太字。哦，我先来。哎呀，貂蝉，跑这么快，看到了？老师。我还没看到呢，这不是着急垒粘土吗？是不是找到一个太字就领一盒呀？没错，以此叠加。好，嘿嘿，老师，我已经找到了，在这儿呢。可以吗？貂蝉，挺机灵的，这都被你看到了。那当然了，老师，我只要一盒，多了我不要。我看你是找不到吧，再赏你一盒。谢谢老师。大山。哦。我怎么一个太字也没找到呀？能找到吗？哎，老师别急嘛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老师，我找到了。可以啊，大仙，我写的那么严实，你都找到了。老师，那当然了。哎，老师，还有一个呢。大仙，那不是个底儿，是黑板掉了一块。啊，老师啊，那我也找不到了。找不到就去拿一盒回去吧。行行。哎，说拿一盒就拿两盒。两盒。大仙，你有没有发现黑板上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太字？没错，胖妞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粘土啊，你是一盒也没有啦。不可能，我胖妞自有办法。胖妞，哎，来来啦！磨叽什么呢你啊？老师。你这还剩多少盒粘土啊？还有69盒。哦，行，那我只需要找到69个太字就行了，对吧？没错，这黑板上根本就没有太字了，看胖妞怎么找。找吧。好啊。这黑板上一个太字都没有，还让我找，看我怎么套路你。哎，老师，门口有人敲门。谁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哪有人呀？胖妞耳朵听错了吧？高手啊！老师，我找到69个太字，干哪呢？不是在这儿的吗？不是吧？我记得我没有写呀，怎么这么多？老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语文可不行啊！你看，有的点都写歪了，还有的多写了一个点。哎呀，又被胖妞给套路了。老师，别站了，69盒粘土我的啦！嘿嘿，哎，胖妞，这可是我真拿了好久啊，你不留几个？